14日，林更新在微博晒出手办照片，并配文大功告成。照片中手办模型已经大功告成，引得林更新深夜激动晒照。此照一出便引来网友神评论，你情人节就干这事儿？而林更新本尊也亲自下场回怼，我乐意。两人一来一往的回复引发爆笑，林更新也是凭实力单身本人了。林更新13日终迎来了自己30岁的生日，转眼间林哥已经三开头了，岁月真是不留人啊。不过看样貌的话，林哥简直就是小鲜肉啊，脸上看不到岁月的痕迹，保养得好。林更新于1988年2月13日出生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。林更新在2011年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里面饰演十四哥，表演突出。林更新自《楚乔传》大火之后，画风也是越来越好，各大网友评论也是各种逗逼，真不愧为九亿少男少女的梦，网友纷纷送上祝福。